这好像是一个打气的游戏，对，打气的游戏哦。两边打气之后，我们再来看看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按钮发射。按钮。哦，开始喽！开始了，妹妹，快点。转边，然后那个打气。它是类似像先抓到气球，然后再把它打破。姐姐还 OK 吗？可以。妹妹还 OK 吗？那我们就最后来等结果哦。谁来帮我压？现在姐姐17分，妹妹9分。姐姐是带着那个皇冠的狮子，结束了。好快啊！它是出彩票的。彩票在哪里？哇，姐姐好多哦，这是妹妹的。姐姐好长哦。